在我们人类眼中这是拖鞋，而在狗狗的眼中这是他们的专属枕头，还是熟悉的拖鞋，还是熟悉的味道。你是舒服了，但你有没有考虑过我天天只穿一只鞋子的感受啊？这位同学，你的出生一定有故事吧？是不是今天第七鬼神啊？连滚带爬就来到了人世间，要不然你父母咋会取一个这样的名字呢？朕先滚了。在酒店走廊转了好几圈了，还没有找到我的房间在哪儿？为什么酒店房间直接跳过317号房了？是瞧不起我吗？啊？大哥，可能是想让你睡走廊吧。这人一倒霉吧，就像上面这哥们儿一样，真是喝凉水都解渴呀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不说喝凉水都塞牙，我要让你们知道，喝凉水除了塞牙还能解渴呢。扯远了啊，刚刚说倒霉，我就发现啊，人有时候倒霉起来那真的是有规律的。比如说呢，你喝东西往身上滴，吃食物往身上溅，水笔油不小心就往身上画，走到哪里都容易擦到灰，别人手上脏却偏要往你的身上蹭。如果在一天之内频繁遇到这些事情，那你今天可能是穿了白衬衫。哎呀，能拿到赞助的节目组现在还能顺便打个洗衣液的广告呢，那我们就算了吧。要不你们来福看他愿不愿意去帮你洗衣服吧。萌宠闹翻天，我家来福呢去哪儿了？快出来洗衣服来！主任是你啊，你好啊，我没偷吃，真的。来握手，跟我握手，另一只爪爪。我是要你握手，不是给你吃手。